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，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？字不如表，表不如图，图不如视频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教师。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。我的目标是够全、够新、够精。听高老师细说 PHP。大家好，我是熊联的讲师高洛峰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子。啊，妹子，前面呢，咱刚刚学完正则表达式的编写，对吧？对。那编写完的正则表达式是不是就是一个字符串啊？嗯。那得放到函数里边应用这个正则表达式才能处理文本，这才是用正则表达式的意义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说处理文本最常见的操作就是这么几个：分，哎，等一下啊，分割，还有什么匹配，还有查找，还有什么替换。这是对文本最主要的操作，对吧？那咱们说了，前面学完正则表达式，再用这些正则表达式，再使用函数，我们就能做到这四部分，对吧？那记不记着字符串可不可以？字符串处理函数能不能做到这些点？可以吧？那第二个正则表达式函数也可以做到这一点，对吧？他们两个存在着交集，也就是有的功能字符串也能做，正则也能做，听懂吗？那选哪个咱们要看好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这块注意，如果可以直接使用字符串处理函数处理的字符串，怎么呢？就不要使用正则处理。为什么？对，妹子说为什么？那看啊，正则它有优点有缺点。优点就是什么样的字符串的功能它都能处理，对不对？它怎么了？功能强大。对，哎，功能强大，但怎么着？效率要低一些。嗯。效率要低。这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字符串呢？处理基本上一般的活都能干，对不对？但是有干不了的活，听懂吗？怎么呢？它虽然处理快，但有一些做不到。功能不全，听懂吗？那什么时候用正则？就是字符串处理还是做不到的，或者能做到比较麻烦的，咱们使用正则来处理，听懂吗？比如说，那这里边分割、匹配、查找、替换这四个操作，那么咱先看一下匹配，好吧？也就是匹配和查找其实是差不多的，听懂吗？那如果使用字符串函数做匹配查找的话，我们看一下都有哪些函数可以做到呢？可以使用 str 还有 strpos， 还有什么？比如说 substr 还是 strsub 啊？ sub 啊，你看这么几个函数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也有像这个从后取位置的，还有加 i 不区分大小写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是这个，如果我们使用正则做匹配，有哪些函数呢？使用与 PUR 兼容的正则匹配和查找，我们又用哪些函数？看好了，用所有的与 PUR 兼容的正则表达式的函数，处理函数都是以 PREG 开头的，看到了吗？那都有什么呢？ PREG MAT CH 这个函数，对吧？还有 PREGMATCH AL 函数，还有 PREG GREP 等等这么几个函数来做匹配用的。对，
两难而入。那现在这个重点提示大家的就是，比如说一个字符串处理，如果能用字符串处理的，咱们是不是就用字符串函数去处理啊？就别动正格了。但是它的有的功能它是做不到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再用正格。用字符串处理查找的话，会使用这几个函数，对吧？使用正则去查找的话，会使用这几个函数。那咱分别来对比介绍一下，听懂吗？让大家什么时候用字符串处理就用字符串，用正则时候就用正则啊。首先看一下手册，它们都在哪儿？看一下啊，函数参考里边，不管是字符串处理函数还是正则处理函数，都属于文本处理了。那我们找文本处理，对。文本处理里边就分为字符串处理，还有 PCRE， 就是普尔元兼容的正则表达式函数，对不对？先看一下 PCRE 里边，对 PCRE 函数这块，我们点开看一下有没有这几个函数。刚才说了，做匹配的都有哪些呢？这个给大家列出来了吧？还有这两个，是不是这三个是啊？对吧？那字符串处理函数在下边，字符串操作这块，你看里边也有什么字符串处理函数，比如说刚才咱说的，我就直接在这搜索吧 ，str 对吧？这是不是就可以？在什么字符串中查什么？看到了吗？该函数区分大小写，如果想要不区分大小写的，是不是使用这函数啊？那我们来试一下，其实这函数在前面用过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假如我这儿写一个字符串 str 等于，这是一个 test 测试，对吧？我现在想在这个字符串里查找有没有 test， 对吧？我非得用正则去做吗？不用。你看，如果用谁啊 ？str 查找这个字符串中有没有谁啊？test 一个字符和一个字符串，对不对？如果有就返回什么，比如说我就返回输出，比如说存在，否则的话输出对不存在，看到了吗？那我们来试一下，看一下可不可以，localhost test 点 PHP， 是不是存在？对吧？那假如说我这块注意注意一下，这块 hello 呢？这里边有 hello 字符串吗？没有。那我们看一下存在吗？是不是就不存在了？所以是不是固定字符串的查找可以用它呀？对吧？记住，它返回来的就是你查到的字符串之后的所有字符返回来。知道吗？那如果使用第三个参数布尔行值呢？你看啊，返回查找的字符串，从它第一次出现的位置开始到结尾的字符串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使用这个的话，它将返回在它位置之前的部分，听懂吗？默认返回，比如说我现在查找，比如说查找 test， 对不对？如果查到它了，就从 test 往后返回。这个返回字符串是谁呢？就是 test 的叹号。如果第三个参数我传一个什么，传一个真值，那返回的就是 test 的前面的字符，明白这意思啊？默认从查到字符串之，包括查到字符串之后的字符，加布尔型它往前查，听懂吗？前面的字符是可以的，因为查出来的字符串不为空，非空的字符串是不是就可以当真来用？空字符串可以当假的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直接可以这样判断去查找。如果想不区分大小写的话，我们用谁啊？是不是用 i 就可以了？对吧 ？str 这样的话就不区分大小写了。比如说我查找大写的 test 存不存在呢？这里边答案也是存在的，对吧？那当然了，还有谁啊？除了这个函数，我看一下 str.php。那除了这个函数，咱们是不是还有 POS 啊？POS 返回来是这个位置，比如说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，strpos 是第一次出现的位置啊。比如说这里边我查找 a 或者 as，
你看能不能查到？也可以做，你看是不是存在的？是不是也是存在的？那我查一个不存在的，比如说 hello，是不是就不存在？是不是也可以做查找啊？但是呢，如果我就查个 t 字符，存不存在呢？这里边有没有 t？有吧？为啥不存在？因为第一次出现的位置，这个 t 怎么的？是不是下标为零？位置是零，所以返回的位置是零，那肯定就是怎么的？是假的条件。所以呢，用这个查找的时候，一定要记住躲开第一个字符下标零的那个情况，对吧？所以一般都能用 str str。那这个函数有没有其他的参数呢？你看 pos，那你就看手册去查找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后边第三栏是不是指定偏移位置啊？从哪个字符开始查？是不是？就不一定说你指定五的话，就从五的下标以后开始查，明白这意思吗？看这块可以设置用来指定从哪块开始查找，对不对？这是从最前开始查找，那有没有从后边开始查找啊？有，跟它相关的谁啊？strpos 什么？指定字符串名标最后一次出现的位置。是不是跟它相反的用法是一样的？只不过刚才那个是从前往后找，这从后往前找，听什么？那还有咱们常用的函数，像不区分大小写用什么？所有字符串中不区分大小写的，一般都是用 i。你看，strips，对吧？或者 strips 从前往后区分不区分，对不对？还可以求子字符串的，截取子字符串的，这个其实咱前面用过，对不对？什么字符串从哪儿开始截取？截取多长？是不是咱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啊？那看一下这块，可以从负数开始截，这都比较简单的一些函数了。那它结合这几个函数，咱们写一个例子，用查找。比如说，我想写一个函数，获取文件名的函数。其实咱们前面写过类似于这样的例子，对不对？这里边呢，通过这几个函数，咱们再测试一下。比如说，我想做一个得到文件名的一个函数，里边只要传一个 URL，我就能把文件名拿到。你看，我不用正则，我们去做啊。比如说这样，我输出 get 文件名，里边传 http 冒号 3w.百度.com 斜杠 aa 下边的，比如说 demo 点 php，这是文件名吧？对不对？然后还有，比如说很多种路径，比如说上一节目录下的这个有个 image 下边有个 logo 点 gf，是不是这都是文件名？对吧？那通过这个规则，咱们想把文件名取出来，通过上面能学过那几个函数，怎么办？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干嘛呀？当然了，你要想获取文件名，它系统是有这个函数的，对吧？咱只不用字符串自己写一下。那对于这个路径来说，都是有规则的。最后一个斜线出现的位置，之后再取字符串到结尾，是不是就是整个了？对吧？那我们看一下，怎么找最后一个斜杠出现的位置啊？LOC 位置等于，是不是用 strrpos？对不对？在 URL 中最后一次斜线出现的位置，然后再加一，是不是就是什么？这个最后一个斜线之后的文件出现的位置啊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直接返回谁啊？str str 子字符串，从这个字符串里边 loc 开始取，不存多长就存到结尾，对吧？就这么简单的函数就可以获取文件名。来，我们试一下能不能把这俩文件名获取到，demo 点 php logo 点 gf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就是我们这节跟大家讲的。什么？处理字符串可以使用正则，也可以使用字符串处理函数。但是呢，正则功能强大，效率低，对吧？所以能用字符串处理就用字符串处理。那简单的一个匹配，咱们字符串是不是就可以固定字符就可以了？那想想，如果是怎么的？我想从文章里边把所有的 URL 拿出来，把所有的 email 邮箱拿出来，那我们字符串能做到吗？如果你拿固定的一个邮箱地址、固定的一个 URL，是不是可以啊？可以。那就是下节课我们要学的，用正则去匹配。
好吧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，下节课咱们学习几个正则处理函数。好，再见。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，总结能力非常差，胡乱学习，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，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，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。为此，峰哥推出每天60秒语音，为你答疑解惑。加入峰哥微信公众账号，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。用微信扫描二维码，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连，出来一个高大威武、有内涵的帅哥，就是我了。点击关注，我就会天天骚扰你。